大家，好久好久不见。对，我现在其实有一点在提自己的状况，把自己的状况提起来，大家有感觉到吗？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的情绪状况。就是最近这几天呢，我非常非常严重的发现，就是我老了，我想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然后我的体力跟我想做的事情，我发现最近很严重的没有办法勾起来，这个就会让我在情绪上面会有一点小失落，就会有点责怪自己，会想说这些就是我明明今天排定要完成的事情啊，那为什么我会没有办法把它做完呢？整个就会让我觉得很困扰，然后自己又不知道要怎么办，你们懂吗？对，等一下呢，我就是要去吃早餐，我很想很想吃的一个早餐。最近好像疫情又变严重，希望大家都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大家就是要做好防疫的工作。我刚刚很夸张，就是我刚刚已经出门了，已经到现在这边的公车站，然后我就发现我的相机没有带。你们知道有多夸张吗？就是我来公车站要10分钟，我已经快等到车了，然后才发现我的相机居然没有带。我公车快来了，但我的早餐可能，因为我是定10点，但我可能10点才会到办公室，所以非常的辛苦。哦，开放肉排三明治。吃完了，现在就在这边等。还不错，它就是洛林吐司，吃完感觉活力有回来一点点。11:29，我现在要出发去读书了，然后现在是下午1:30。我原本以为今天天气会非常好，但是我发现好像没有。早上呢，我会先去我们学校图书馆念，然后晚上可能就是去自学中心，因为那边会看到比较晚。附近我觉得最好吃的麻辣烫，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不会赞同我这个说法，因为我的同学我好像没有那么爱这一间，但我真的很疯狂啊，前一阵子，但最近有好一点。早上要去做医院的健康检查，因为我们暑假要医院实习，需要做一个检查。等一下就是要去抽血。骑共享机车就是先接受你会长这样，可爱吗？是说我今天为什么又出现在这里？就是我今天看到会觉得还有一个，而且还是同一个位置。我也要都吃的重了。I still need to recover from another lover. Would you be here for me? Never met your parents, not even your mother. But let's see where this leads. What should we do tonight? What if this breaks your little heart in mine? 这么好的天。我们被困在地下室，我们的4月都会是这样哎。看到我的睡痕吗？有，我刚刚在自学中心睡着。我们现在要去买许明的饮料，我也要去放松一下。我们要去晒一个太阳。路易莎的焙茶鲜奶。很好喝，大家笔记起来。好青春哦，好
好青春哦，好老哦，太老了，干嘛恼羞啊？两台车是命中注定吧，杨佩萱。现在发生了一件很悲剧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开开心心的要来吃哇酷哇酷，然后我的悠游卡就在骑 U bike 的时候消失了。我们现在在原路返回，在寻找我的悠游卡。不知道在哪里飞走。这个人已经弄丢悠游卡四次。他应该没有骑那边吧？没有。然后尘土飞扬，然后飞到那个。不会，你不要这么抓嘛，好不好？我想说，我刚刚去市政府旁边的 Pickback 停车站，转过身来，这个人怎么不见了？原来是回路。被丢进去吗？对啊，可能在这吧。真的没有哎。哦，可能过几天就会有人打电话给你，他说在北一。我相信奇迹。但我不相信奇迹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上次我跟你讲，然后我还有他，然后你让他。刚刚我去学校考完我们这学期第一科期中考试，我就去顺便领了一下包裹，但是为了我们五月系上的那个寿袍典礼买的一组饰品。我买这款又是纯银的，一个略微浮夸的戒指，然后略微浮夸的项链，还有略微浮夸的项链。哎，我觉得都蛮好看的，你有没有觉得吗？它就是蛮有存在感的，就是我喜欢有存在感的东西。再给你们看一眼，它叫木润，感觉在虾皮上面打这个就找得到它的店家了。晚上的11:08，这里有一个自习室开着。我刚刚从9点然后就开始坐在这个位置，然后就盯着这个墙壁。啊，我也是，所以我现在才在这里。对，所以他就上来找我念书了。耶！大家现在11:27，好累哦。我累了，黄晨不要了。他距离刚刚说要读书已经过了2分钟了，他累了。啊，你累。我觉得因为今天结束一课，你让我申请继续下一个，你把它给放松掉了。我也觉得，我们一直在找借口。我们现在呢，出来买宵夜，其实是出来散步，然后看有没有宵夜可以吃。那你读完书了？我还没有读完书。好，其实我们两个是读不下去，我完全没有读。我刚刚有尝试着读差不多5分钟吧，就是一个字都没有看。5分钟，然后讲话。对，然后这个小姐呢，就跟我说，还是我们要去看有没有宵夜可以吃。两个好荒谬啊！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卤味摊，这个人的宵夜要吃卤味。买了香蕉牛奶，我买了一碗大碗卤味。我们好棒，我们真的很夸张，我们要胖死，好棒，比懒死还要胖，好棒哦！大学就应该要这样啊。
下早上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读书，我去开我们实验室的 meeting 之后，学校就传消息出来说图书馆好像有确诊足迹，那我现在在疯狂的逃离发生的现场，我觉得太恐怖了吧！我真的快要吓死，我认真。然后我们明天就要考试，我今天原本是要在图书馆读一天的书的，完蛋，今天晚上北要沦陷了。It's not obvious, my friends, they are caught in saying I end up falling for you. I'm doing my best to hide these feelings. Confessing is the last thing that I want to do. I know I can't be crushing on a girl who can't be here for long. So I told myself I should just stay away. But these lyrics keep coming out. I don't think I can stop it now. 朋友们，现在是晚上11:50，我刚读完营养化学，明天要考的。OK， 这边就是有一堆的这种反应式，然后我们教授考的又是那种没有出选择，他只有出填充跟简答。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一些重要的化学专有名词都背起来。这星期呢，考完明天这一科就结束了。明天考完了之后，下礼拜还有三科嘛，三科考完再下一个星期要一科期中考，然后一个报告，然后还有一个 paper 要报，等于说两个报告，然后一个考试，最后一个礼拜。强人最没强。Hello， 哈，我现在要跟陆洁如小姐去吃脑心卷。我在这边等她，因为她就住我楼下。我今天整天都穿这样，不错啊，很 fashion。我很 fashion， 很久没有看到了。浓茶。有人在帮他的冰撑伞。现在下雨，我就有点紧张了。很好吃啊，很不错。那你帮这只浓茶欧蕾加几分吗？对，8.5分，然后加雨的话变9分，然后所以雨我加到分。好，杯杯跟这间咖啡大对决，看一下杯杯的评价哦。就是在决定要去哪一间读书。耶、因为太黑了，我觉得。对，我们后面这间咖啡厅真的有看到吗？是黑到一个怀疑人生。我们刚刚还在那边找，想说要找。这是亮一点的咖啡厅，然后结果后面这间整个黑到一个不行，因为我们上次去的另外一家太黑，然后结果后来我们两个快就我两个眼睛都快要抽窗了。对，我现在在想办法，因为这附近很多咖啡厅。那我们现在目标是前面那一家。对，所以我在找他的评价。对，大家都一直在念书干嘛？对啊，大家怎么那么爱念书？我都不想念了。Some memories of all the people I knew. Some things just weren't meant for you. Though I wouldn't have said bye so soon. Lately I've been running through notions now. Fitting, fitting. 来了，录音老师来了。哎，不错不错不错，好，今天的 OOTD 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准备一下，打到一个打吗？好 ，OK。
summer rain on a window. Watch the time float on. Yeah, 妈妈我上电视了。我们现在来这个市集这里，陈奕迅买卖。耶，我们不是下礼拜要考试吗？我们要考三科啊。对，然后我们还在这里鬼混，好赚哦。今天我们的耶，被方玉仁弄坏了。我先不会。对，你退考试了吗？你们先去。对对对。不一样，进来进来。Hello， 有很多猪，有很多猪吗？有很多吃东西又不理人的猪。对，就是后面这一群。可以拍赖猪吗？赖猪，赖心猪，宽忍猪。怒洁如猪，我们真的啊，好可爱哦！我们真的很不像要考试的人哎。看我，看你呀，我都不把它缩小。方玉仁带我们来他的秘密基地。方玉仁，怪人有怪人有怪人。方玉仁为你们展示什么叫史上最去，你去我到底都不行。这个脚是怎样？少女脚，好少女哦。方人，大家是读书读到疯掉吗？方人，我是方人吗？我怎么不知道？方人，胆固醇，HDL， 没有，他是 LDL， 那我是什么？你是 TG， 你是 lipoprotein protein my pace， 不要，我要 alcohol dehydrogenase， 你是 beta hydroxybutyrate， 你是 COPD， 你是谁名字？早安，昨天呢是疯狂的一天，今天是星期一嘛，明天，然后还有星期四，还有星期三都有考试，但是我们几个营养系的朋友们呢，就是拍完我们的营养师袍的照片之后呢，然后大家就说，那我们要不要去野餐？然后我们就去野餐了，就是很疯狂，超疯狂的。然后结果后来大家野餐完之后呢，我跟陆杰如还有方玉仁先生又乱跑，就是又跑去一个公园玩，不是玩啦，就是有做事情啊。我觉得那边还蛮不错，那边好像是内湖，然后看出去的风景，我觉得蛮漂亮。我第一次期中考过得这么荒唐，可是还蛮开心的。虽然昨天很荒唐，我从来没有考试前这么荒唐过，但我觉得荒唐完心情蛮好的，真的转换个心情，然后就会更有动力读书。我买了一个熏鸡全麦三明治，然后 DM 杯的陪茶鲜奶茶。你们可以算一下这支 vlog 到底出现了几次。Not the same since last you saw me. Roommates think I've lost my mind. I kinda freaked out when you called me. And if I sound insane, I'm sorry. But I haven't. 小猫，小宅，阿宅，现在是晚上的，应该要照那里，11:20。11:20 Oh my god， 我眼睛很酸。再考完明天，还有后天，下礼拜还有一科。我获得了一颗水蜜桃，我明天就要把它吃掉。在卖宵夜，王志怡。一切罪恶的原因，就是这锅油。现在是凌晨1:25，然后我已经不行了，我要去洗澡了，我还没有洗澡，然后我明天早上8:00的考试。
大家早安。画风一转，突然变成了一个有打扮的女生。我现在哎呀冲去北一调我的牙套，然后因为我现在已经快要迟到了，所以我走得超级快啊。 OK， 然后下午呢我要和我姐去吃海底捞，算是当我考完一个阶段的小小奖励奖。对， OK， 我现在在骑要去跟我姐吃饭，然后我觉得其实信义区这边骑脚踏车还蛮舒服的，就景其实都蛮好看的，不知道我讲话听不听得见，你看景其实都很漂亮。难得海底捞都没有人，个人都没有。猪肉拌饭一定要点的，而且它才新。我一定要给你们看我姐奇葩的事，它好吃。来说一下故事，红豆汤加这叫什么？方块酥。方块酥超怪，赞，超怪。I'm breaking all my rules. Look at me, saying things I never say. Dancing in the pouring rain, yeah, yeah. 你们看，这一箱垃圾桶里面全部都是这个人吃的，全部都是他吃的，超荒谬的。居然有一堆人已经在排队。我现在要走去那间布朗尼店，它叫 Coco Brownie。 刚刚明明下大雨，然后现在台北的天气又放晴了，很诡异的天气，我觉得。